下一个，我们也是我们最后一位的分享者，他叫做战斗毛，他之前在 ATC 焦点分享过一次，然后讲得非常的棒。那我觉得你今天应该是第一次来焦点台北，对？没有，之前有来过，但是他今天会帮我们特别分享九分钟关于他的部分，这样子，两分钟 ，OK， 他两分钟，然后七分钟开放现场签名，这样子，那我欢迎他。因为很多老朋友了，所以应该都知道我几乎每次都是放压轴。那今天压轴的道理就是可以给前面一些评语，所以今天就用这个影片给大家评语，来，请放一下。希望也因为台下有很多也是往我没办法到达的目标那样子的前进的人嘛，所以我也希望跟你们喊说加油加油，往前进，然后继续往前奔跑。然后我没办法成为那个在前面奔跑的那个光头，但起码我可以成为在背景里面为你们加油的那个眼镜仔。然后我相信焦点也很多人都是那样子的眼镜仔，会在背后为你们加油。谢谢大家。